欢迎来到名流吉他教学，我是阿老师。刚刚的示范是错位时空的前奏弹法，这首歌曲我用到调弦法。我们要把第五弦这根弦啊，它原本是 A， 我们要把它升到 B， 从 A 升到 B。那其他弦不变，依序是 E、B、D、G、B、E。好，这样子调好之后，再用一调夹夹在第一格的部分，然后我是用 D 大调的音阶来编。我们来看前奏的部分，第一个 B 咪，这个 B 咪和弦啊，我们用食指来按住第四格，一二三四弦这样子。好 ，B 咪我们就用食指这样子按。那它要拉这个音 ，D 大调音阶拉的音是在第三弦第四格拉，那它要框起来。就是要搭配 B 咪的根音，第五弦，第五弦我们从 A 升到 B 了，所以第五弦直接拨就会是 B 咪它的根音，所以第三跟第五两根弦一起勾起来，拉这样子，然后咪高音咪用小指来按第二弦，三四五六七，第二弦的第七格，也是。D 大调的高音咪，所以是拉咪，然后再来第二拍咪瑞咪，然后瑞的时候小指起来换中指来第二弦第五格咪瑞咪，咪的时候小指又按下去咪拉，啊这边有个技巧，就是咪的时候食指小指可以一次按住一二弦三五七第七格，所以咪拉的时候咪在第二。拉在第一，咪拉，那就会比较快。这是 B 咪，前两拍我们再弹一次哦。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下一个和弦是升 F mi 7，这个和弦啊，食指来按第四弦第四格，中指来按第一弦三四五第五格，啊，这个升 F mi 7我们就这样子压，高音收就是中指按住这个。那它要同时搭配 3F My 7的根音是第四弦第一第四一起勾起来 So， 然后 Mi 的时候小指来第二弦三五七第七格 So Mi， 那 So 的第一弦 So， 好，再来下一个小节换 G 和弦。 G 和弦呢，我们用食指来按第四弦三四五第五格小指第一弦第七格，那再把无名指加上来第三弦第七格。好，这个 G 和弦在这边我们要用这个中把位的按法。好，高音拉就是第一弦小指按住这个，它框起来嘛，同时要搭配 G 的根音，用第四弦第一跟第四这两根一起勾起来拉，然后哆高音哆就是无名指压住这个第三弦的这个部分，拉哆，然后中音拉第二弦空弦音，所以我们第二弦没有压嘛，第二弦空弦音就是中音拉，拉哆拉。好，再来换 A 和弦 ，A 和弦呢，用中指来按第四弦三五七第七格，无名指第三弦第七格，好 ，A 和弦在这边这样子压。哆就是第三弦，那 A 的根音就是第四弦，第三、第四一起勾起来，哆，然后高音 Re 就是第一弦，空弦音哆 Re。好，下一个 D 和弦，我们不用压没关系，我们直接压它要的高音 Mi 是第一弦的第二格，同时搭配的根音是第四弦，第一、第四一起勾起来 Mi。好，再来 Re 哆的时候啊。上面有一个 S， 这是滑音的记号。Re， 我们用无名指来压第二弦第五格，这个 Re， 那滑音就是 Re 勾起来之后，无名指马上滑到第三格，这样子 Re 哆，我的速度要很快哦。那感觉是 Mi Re 哆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滑音自己多练习速度。好，再来后面换升 F mi 7这个和弦，我们要用封闭的按法，
食指按住第二格六条弦，啊 ，C 是第二弦，跟第六弦，那上面还有特别打一个三角形，这是双音的符号 ，C 在第二弦，双音来勾第三弦，然后根音也要同时嘛，是第六弦，所以二三六三根弦一起勾起来 ，C 这样子。好，这个小节特别难 ，G A D 7 F my 7，我们连起来哦。听起来像这样子。好，再来，后面换 B 麦，这个 B 麦在这边不用按，它直接播这个单音的部分。低音拉，低音拉就是第五弦，空弦音直接播拉，然后咪是第四弦第四格拉咪，然后咪瑞瑞是第四弦第二格咪瑞咪，再压回来咪拉的时候，可以用第二弦空弦音拉这样子拉咪咪瑞咪拉。好，再来升 F my 7。7 7，我们用封闭的，我们直接按住第二格。在影片中是用开放式的按法，但我发现开放式的按法会比较多一点杂音，比较不好听，所以我们在这边把它改成用食指封闭第二格部分，这样声音会比较干净。So 就是第三弦，根音就是第六弦，第三、第六一起勾起来。So Mi 的时候用无名指来压，第四弦第四格。So Mi So 第三。好，在后面这个 G9 Major 7这个和弦啊，用无名指来压第六弦第三格，中指第三弦第二格。我们先这样子压，拉是第二弦，根音是第六弦，第二、第六一起勾起来，拉，哆是第四 ，so 第三，中指压住这一个，拉哆嗦，然后拉第二，拉哆嗦拉，啊，高音咪的时候，食指加上了第一弦的第二格，然后上面一个箭头，就要用刷的，刷下三弦就好。所以这个拉哆嗦拉哆嗦拉听起来像这样，然后连接线连到后面的高音咪不弹，然后半拍的拉西，拉是第二弦空弦音，拉西上面有一个 H， 这是垂音的符号，就是第二弦勾起来，左手的食指垂下去第二弦的第二格，这样子拉西，把食指压大力点，声音才会清楚。好，我们暂时先到这边，是属于前奏的部分，我们慢慢再合一次。嗨，我是阿老师。如果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，请帮我点击订阅和分享哦。